咧對呢個電腦回收計劃有啲認識啦，等我考一下你啦，知唔知呢個電腦回收計劃可以回收邊啲電腦產品呢？咁其實大家諗得出嘅都有，咁好似有 laptop 啦、desktop 啊、一啲顯示器啦，同埋一啲 scanner 啦，或者係一啲電腦嘅配件，好似 mouse 啦、keyboard 啊、hard disk 啊，同埋一啲USB 外置嘅一啲儲存嘅器咧，都係可以。即其實大部分的電腦產品都有回收的價值的，其實 Paco 不如又告訴大家，即這些產品回收了之後會怎樣呢？我知道它回收了有一部分是給一些慈善團體，它會再轉贈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，另外一部分它會給一些回收商，他們會用一些很環保的方法再將它拆埋再做。我知道現在香港有超過350萬部電腦，就是接近每兩個人就有一部。你家有幾多部啊 Paco？ 我家都有兩部。真的真的有兩部。如果每人都要換新機，真的會製造很多的廢置的電器產品。我覺得雖然說一些廢棄的電腦可以大部分可以回收，但我覺得最重要都是不要浪費，即係可以真係唔好浪費資源咯，同埋亦都真係參與呢、這個電腦回收計劃，去將呢啲電腦咧真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。冇錯，講得非常之好啊！咁當然今日啊，徐偉賢嚟到咧，當然要你唱歌俾大家聽啦。咁大家俾啲掌聲，我哋交台俾徐偉賢。Thank you。咁喺呢個時間送俾大家一首我自己嘅創作，叫做《獻愛》，送俾大家。多啲唱歌同我哋分享啦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泰生。